航海报页手机游戏，今天来玩一个新手游。我现在玩一个手游，首先一样哦，你要去买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卖出去。哦，那玩法攻略教学很简单，就是哦，一直解这个主线任务哦，你就可以去，哦，你就可以升等哦。像升级攻略教学是这样，哦，新手攻略教学这样，你看很多人来玩了，那你可以这边赚利润哦。哎，这边你可以开始造船了，哦，真的是很好玩的游戏，嘿，这款游戏你们一定有，应该也会是玩到很喜欢的哦，一样去买卖，好，拿去别的地方卖，有点以前像是那种航海大战的那种游戏哦，你看那玩法，也是一个航海手游啊，我觉得航海手游还蛮，大家还蛮喜欢的。你看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卖，你就可以看你利润多少钱，也就是它有没有涨。再从这边去买别人的东西，再卖出去，地图也可以直接传送。好，就这样做一个买卖。好，就这样一直升等。好，这个玩法与新手攻略教学啊，非常的简单。那你看到别人的船只哦，非常的多人哦，你不要小看他。好，这边是战斗攻略的部分了，你看一下。啊，这边给一块金。啊，战斗攻略教学就这样。好，那再打不赢嘛吼，开始提升战斗力啊。舰队的布阵教学，装备穿戴 那这样就可以打得赢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攻略教学的部分，你们参考一下。好，开始。以此类推，哟，以此类推，灰熊的褐色哦。那个，你这边可以赚这个利润价差。好，就一直卖出去。好，它有主线副本可以玩，还可以快速完成。好，就一键摄取传送。超级好玩的游戏来了。啊，拒绝主线了。嗯，你可以招募一些船长，啊，对舰队进行自动装备啊。好，就这样一直主线下去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自己造船哦，造到最高等。你看，最高等是船什么船？达芬奇鹦鹉螺。哦，真正是非常的有趣哦，而且。他之后还会出皮肤啊，实在是太猛了！来，用鲁把它解锁起来，一样赚价差。来合成，好玩的游戏登场了。好，那要卖给别的国家。那么今天的手游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拜拜。诶，可是他还没有聊天室诶。好，让赚价差来卖出去。啊，那出港了，来卖出去。好玩成这样子啦。这种游戏哦，大家最爱了。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这类型的游戏。好，一样狙击啊，啊，有聊天室吗？怎么可以聊？我建议你看它主界面长怎么样？那主界面长这样，哇！